现在呢，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打得正火热，台中百货公司是最早开始周年庆的，这次真的是卯足了劲。中友百货呢，早上就号召千名员工誓师呛虾，说要拿中部的业绩第一。而大圆百祭出全台湾最大奖，只要消费满2000就可以抽百万宾士车。星光三月则是让消费者可以抽价值42万的钻戒，纷纷用大礼来吸买气。卯足全力劲歌热舞，中友百货上千名员工一大早就活力四射，还 cosplay 猫王杨婆婆大跳扭扭舞，复古原点风炒热全场气氛。当然是要称霸全中友，然后拿下那个第一名的业绩。今年中友百货公司业绩一定冲第一。各营业处拿出浑身解数，拼劲在抢第一。贵哥贵姐战斗力满满，因为周六开始就要迎战全台湾最激烈的中部周年庆大战。其实全省的周年庆都非常火热，那中部是特别特别的火热。抢先同业9月20号就先预购，要攻下19亿业绩。大圆百也不遑多让，9月19号精品之夜让 VIP 抢先预购，推出全台湾最大奖180万的宾士跑车。星光三月则是压轴登场，10月2号寄出联合品牌，满5000就能抽价值42万的一克拉钻戒。9月底各家百货烟消味四起，使出看家本领，要抢80亿商机大饼。记者徐茂兰、杨宗颖台中报道。